各位小伙伴们，新的一周开始了。首先小小恭喜微软终于成功收购动视暴雪，希望暴雪和炉石传说越来越好吧。好啦，接着看看上周环境如何吧。首先看看职业平均胜率排名，几乎没什么变化。传说分段最多的职业是德鲁伊、使奇、盗贼和法师，但平均胜率却是天差的别。胜率第一的猎人在钻石分段会更加流行，在传说分段就相对比较少了。接着看看各分段的套牌排行榜，在钻四到钻一分段，猎人还是最猛的。奥秘猎和奥数猎均上榜，奥秘猎达到了 55.24%。还在钻四分段摩擦的小伙伴，还是建议用猎人上传说。传说分段的 TE 卡组跟钻四和钻一的类似，只是多了个素人德。在大数据上显示，素人德对阵跳费德、一并 DK、多戏法、光柱骑、奇迹者都是优势。而猎人胜率又下降一些，进入战反而胜率第一了。但是 TE 卡组的胜率相差并不大。传说前1000的分段就是盗贼称霸了，奥秘贼以及机械贼。根据大数据显示，奥秘贼在对阵多戏法、一并 DK、机械贼、激怒战、防战都是优势，在对阵跳费德是小劣势。这个突然窜出来的卡组确实让人惊喜。盗贼除了玩机械和触须外，还可以玩奥秘，而且掘墓者不断的破坏对手手牌，甚至配合暗影步和街舞起跳，可以直接把对手手牌都清空，也可以通过回首血誓和尤格萨隆这两个制胜点来获胜。是个非常让人头疼的卡组。接下来看看传说以及前1000分段的 T2 卡组。传说和传说前1000分段共同的卡组有跳费德、光柱骑和奇迹贼，说明这三套在 T2 卡组中还是具有一定竞争力的。跳费德不必说了，传说分段最热门卡组，有 16.98% 的热度。虽然各卡组都在针对跳费德，但是胜率却不低。奇迹贼和光柱骑老牌卡组，真心期待新资料片的到来。接着看看传说分段各职业卡牌排行榜。奥秘贼、奇迹贼和机械贼都有 50% 以上胜率，传说前1000的奥秘贼表现亮眼，跳费的热度还是不减，上周场次快要到40000场。虽然素人得胜率较高，但是热度非常低，毕竟在传说分段很多玩家就放弃了快攻卡组。恶魔猎手咱们就 pass 了吧，这个数据谁看了都沉默了。法师只有多戏法是主流的套牌，其他套牌表现并不理想。猎人依旧是奥数猎和奥秘猎，快攻永不退潮流。牧师上周继续发烧，没有绿色的卡组。表现好一点的亡灵目前期一波被解就很难了，对阵跳费德更是无力，日食雪莲就可以劝退了。上满看起来好多形态，但是看着可怜的热度和对局场次，上满跟恶魔猎手一样查无死人，连图腾煞也救不了上满了。其实还是万年光柱骑。术士也是发烧当中，虽然一并 DK 的胜率不太好，但是热度一直不减，看来大家都很爱塞一并。战士进入战表现好一些，但是热度并不高。这是传说分段的对抗情况表，前面四个卡组就是传说分段最热门的卡组，也就是最有可能遇到的职业。可以看到，对阵这四个职业都是优势的是奥秘猎，所以大家可以针对起来了。最后再看看各分段的热度，天梯就剩下这四个职业了，跳费德、多戏法、一并 DK 和奥秘贼。最后贴上各分段的卡组。卡组放在简介区啦，某音小伙伴一步到小破绽复制。不知道这周是否会有平衡补丁，小小期待一下。